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这个单排老鼠是越来越难玩了，感觉吧，遇到的队友都是这样的。可是遇到的对手呢，都是这样的。我真的是太难了。在惨败了几天之后，因为没有素材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朵尼呢，有些沮丧。可是今天我终于遇到了打法还不错的雪梨，交流了一下之后，分享一下自己的小经验哈。侦察期单排看命，哎呀，你也难说哪个队友挂机嘛，是不是？哪个队友脑瘫也不好说。最好呢是可以吃到两块经验蛋糕。要是吃不到啊，手点技能也一定要点被动一级，单排一定要先保命。如果刚好能点两个技能的时候呢，也一样被动第一。另一个技能呢，可以先备着不点，看第一只队友啥时候被抓。如果一出动30秒内马上被抓，那就先点喷泉技能。当然了，前提是队友不挂机呀。只有第一个队友的时候呢，在火箭旁边啊，先点喷泉技能，这样既能熄灭火箭的火苗，又能让队友在被救下来的瞬间回天之血，保证队友可以逃跑。如果这时候另外一边刚好推进了一根奶酪，那马上点开爱心飞吻，帮助手抓队友逃跑，成功几率就很高啦。如果在开局30秒内都没人受伤，并且大家很团结推奶酪的话，就可以手点爱心技能加速队友推奶酪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辅助剑客杰瑞、海盗这类攻击型老鼠，帮助他们和猫咪周旋救队友。要是攻击角色不够强势啊，也是可以像这个小姐姐这样哦，自己承担救队友的角色。我为这个队伍牺牲太多。在朵尼将要放飞的时候呢，先熄灭火苗，这样在猫点燃火箭的时候快速救下朵尼。鼓掌。还有就是巧用技巧啦，比如喷泉可以消除烟雾啦，反向药水啦，有些小朋友紧张一下就忘记拿来用一下，碰到猫咪也不要慌，爱心之吻可以提高友军的战斗力啦，移动速度和跳跃高度啦，所以建议大家跟着攻击型老鼠，这样就可以加强队友的战斗力啦。知识卡嘛，朵尼自己随便配的，追风投手都还不错。哎，有太多喵认识朵尼了，就老是追我，追到奶酪都推完了，全员都活着还跟我死磕，何必呢？所以每只老鼠我都会带一张挑战卡的，最后还可以带一张相助，救队友的时候可以快一些。输卡都没有那种能改输赢的卡，所以用着习惯喜欢就好啦。有推荐的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哦。 OK 今天雪梨讨论小组就到这里，观点有错的话大家可以留言指出啦。他做这个视频只想求赞，求我们大家给他一个赞，我们没理由拒绝这种要求。爱你们哟。